好，另外又有风波的，就是新竹市的市长高虹安率团出访日本之后，为了八号召开的新竹棒球场工程体检会，刻意提前行程，在七号深夜就返回台湾，抵达桃园机场的高虹安看起来有些疲惫。针对一连串的争议事件，他说已经发声明，不再多谈。头戴灰色鸭舌帽口罩挡住脸，不断低头滑手机。新竹市长高虹安七号深夜从日本返回台湾，这次行程会不会很赶啊？还好。身边没有太多助理护驾，神情看起来有些疲惫。和在脸书上PO出与日本冈山市官员的合照差很大，毕竟高虹安身上现在争议一箩筐。传出新竹公园水岸绿地对面这栋新颖建筑就是高虹安住处。议员脸书爆料，新竹市府因为没有配备市长官舍，因此每年都会编列预算补贴首长租屋费用。经查询才发现，这栋住宅一户要价5000多万，外界好奇市府补贴怎么能够租得起天价豪宅。二仔说您住5000万的豪宅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？说吧，可以说。那我已经说了，就是今天都有发生。面对追问，只说已经发过声明，没有更多的回应。而针对豪车跑行程的话题，高虹安这样回答：应该是公务车私用才是比较是违法的行为。而发言人如果长期的去赞助市长这个车辆跟驾驶，却升任了民政处长，这中间也有可能会有贪污治罪条例行贿或收贿的问题。只是民进党立委参选人林智杰搬出法院要求政风单位彻查，高虹安争议疑点重重。这一次提早回国是为了八号召开的新竹棒球场工程体检会，被质疑是想要转移焦点。只是届时站上镜头前，高虹安恐怕还是难逃关于人事地震到豪车豪宅的一连串追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